整套挥杆练习器由打击垫底座、支架底座、调节支架、转动棒、吸盘组装而成。把支架底座有调节孔的一面对着打击垫底座方向安装到打击垫底座上，用配送的螺钉穿过打击垫底座螺钉安装孔。安装好螺钉后，把打击垫底座翻转过来，依次在四个螺钉的末端安装上垫片、螺帽。使用附送的小扳手把上好的螺帽拧紧。撕开 logo 贴标背后的双面胶层，并把贴标贴好。把支架有弹性凸起的一面与支架底座对齐，按住弹性凸起卡簧，把支架插入到支架底座上，扭出支架顶端的大螺帽，把转动棒安装到转动轴上，把大螺帽再次安装到支架顶端上，用力扭紧防止松动，把吸盘穿过打击垫底座四个角预留的螺钉孔，拧上螺帽。螺帽的六个边与打击垫上预留的螺孔六边形相对应，卡好螺帽防止滑动。按住卡簧，再把支架下降或者上升可以调整支架的高度。